47，祭火弗可点，燃则守焚己，人居众而生，群事离了，妒忌因属于烈，广为或反而必责之，故伤守己。凡是爱嫉妒的人，千万不要把自身嫉妒的火苗点燃，如果点燃扩大，首先焚烧的就是自己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必须与广大群众相处，所有人都在一起共同生存，大家都会眼睁睁地看到你，都会把你的言语行为打印在自己的心目之中，对你有具体的印象。嫉妒这个东西属于一种丑陋的品德，所以人们往往是不喜欢的，他们是反感的。发现你这个人喜欢嫉妒人的话，就会对你产生逆反的心理，就会责备你，乃至于远离你。所以首先伤到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